大家好，在本节呢，我们来学习问小儿的内容。大家都知道，小孩得病的时候呢，不能表达，或者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病情状况，所以古人呢，把儿科又称为哑科。因为他问诊比较困难，医生呢，主要通过询问谁呢？询问陪诊者，来获得一些有关疾病的资料。那么，鉴于小儿的这种特点，我们在询问的时候，除了和大人一样的一半内容之外呢，还应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由于小儿不同的年龄阶段，在生理发育上显示出不同的特征，所以呢，在不同年龄阶段，应该在问诊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点。比如新生儿的疾病多与先天因素或者是分娩情况有关，所以呢，应该着重地询问妊娠期及产孕期母亲的营养状况。是不是患过什么病，吃过什么药，分娩的时候是不是难产、早产等等，从而了解小儿的先天情况。婴幼儿发育比较快，需要充足的营养供给，但其脾胃功能呢又比较弱。如果喂养不当的话呢，容易患营养不良啊、腹泻呀，以及无卵五迟等发育不好的这些疾病。所以说呢，对于婴幼儿，我们应该重点的询问喂养的方法，以及小孩坐、爬、立、走、出牙、学语的迟早等情况，从而了解小儿后天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是不是符合规律。小儿在6个月到5周岁之间呢，从母体获得的先天免疫力就逐渐消失，而后天的免疫机能呢，还没有完全形成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特别容易得一些传染病，比如说水痘、麻疹等等。预防接种可以帮助小儿建立后天免疫机能，以减少感染发病。患过某些传染病，如麻疹，常常可获得终身的免疫力，而不会再患此病。若密切接触传染病的患者，比如说水痘患者，常常可引起小儿感染发病。因此呢，要注意询问小儿预防接种的情况，因为他们是确定一些传染性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。第二点就是小儿的病变呢，常常跟他的生理特性是有关系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说小儿脏腑娇嫩，行气未充，小儿无论在物质基础还是生理功能上，都是幼稚未充和不完善的，所以说抵抗力比较弱，调节功能呢比较差，所以容易受到气候及环境影响而发病。比如说容易感受六淫之邪而出现外感病，经常恶寒呀、咳嗽啊、咽痛啊等等。另外呢，小孩脾胃比较薄弱，消化力比较差，特别容易伤食，出现呕吐啊、腹泻呀等等。同时呢，我们说婴幼儿的脑神经发育不完善，容易受惊吓，容易出现哭闹、惊叫等等。所以也有人把小儿的常见病呢概括为停食、着凉、感冒以及受惊吓等等。所以说要了解小儿的致病原因，应该注意围绕上述情况进行询问。此外呢，还应该注意询问有没有遗传病史。关于问小儿的内容呢，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大家以后可以在学习中医儿科学的时候呢，进一步了解小儿病症的特点。